居然在这儿遇见你。我也没有想到大作家竟然还单身。那你呢？我也是啊。这曾是我为前女友准备的戒指。我不介意。你们一定不能在一起。父亲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因为你们是兄妹啊。妈妈，这不可能吧？难道阿姨和父亲年轻的时候也是一对恋人？你怎么想的那个？他们其实是亲生兄妹。母亲呀，母亲，何不仅如此？爸，你的爸爸是你的兄弟，你的妈妈是你的姐姐，而我其实是你的哥哥。谢谢，我们彼此都是兄弟姐妹呀、啊！我们都是兄弟姐妹呀、啊！兄弟姐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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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兄弟。坐吧，我不要和你分开。真的是你的梦想呀，我能和你一起实现的梦想都是噩梦。我爱你，我更爱你，我比你爱我还要更爱你。上一秒的我比这一秒爱我的你还要更爱下一秒的你，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比下一秒爱我的你还要更爱你，全部都变成了你。你变成我，我去哪里？你变成我呀。我爱你，我爱你。去吧，为了爱情。 Just you know半个小时，话就整死了，一定有人动了手脚。老大，兄弟们最近熬夜加班冲业绩，你却带我们来团建，谁受得了？人工作压力大，拿年终奖的时候怎么也打了双轮？就这点钱，不要也罢。今天出不了这个门，看今天谁出不了。大哥，你要背叛我吗？上次我只迟到了15分钟，可你扛了我一个月的全勤呢。大哥，你运用职权之便，要摸我？你要背叛我吗？大嫂，不要背叛你了吗？